怎么样，情形怎么样了？团长，在金小轩的身边有一把伞，伞的布边还绣了一朵桃花。另外，在龙花桃花林山崖下那个死者，脖子上跟手背上都有被抓伤的痕迹，而且死者的旁边都堆满很多桃花。在现场有没有查出来死者的身份证明？距离现场不远有一个打开的小书包，里面有一张陆记纺织厂的出入证，名字叫王丽。另外，还有一把大型饭店钥匙。尽快地查出这个钥匙的主人，查到了以后叫他到局里来一趟。是啊。好了，我给他打了一针，让他的情绪安静一下。谢谢。啊，探长。哎，探长，你好。张大夫，金小姐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只是他的情绪不太稳定。金老板，我想跟他谈谈。太太，能不能过些时候再谈？这件命案跟你女儿的关系非常密切，为了她的安全，也为了方便我们办案的顺利，我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形。金小姐，你现在情况是不是比较好一点了？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王丽的女孩子？那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跟她约好了到龙华桃花林去？那你在桃花林有没有看到她？他摔到悬崖，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不会，他不会死。是别人把他推下去，所以我怕凶手看到了你之后。不，他不会死，不会，不会。你是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吗？在这儿，放心好了。对呀，这是我们饭店的钥匙，203203。哦，是尹先生，他的钥匙怎么会？尹浩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？哦，有半年多了。那他平常都跟些什么人来往？平常，平常来找他的人不少哦，不过都是女的。哦。那最近他跟哪个女的在一起了？最近跟的那个女的名字叫王丽。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那个女的很漂亮，看起来不像什么正经女人。他们俩感情很亲热，昨天那个女的怒气冲冲地跑出来，俩人好像吵架了。哦，那尹浩现在在房间里吗？哦，在，带我去一下。哎，是。你们探长找我来，怕人不在，我等了半天了都没有不耐烦。哎，老兄啊，干嘛板着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啊？探长，这是尹浩，
探长，你好。真对不起，尹先生，让你久等了啊。哪里？请坐。嗯。探长，我的一切在你们资料里面都记载得很清楚，就不必再自我介绍。恐怕你的资料里又要加上一点情杀案。啊，这是资料，这是钥匙。探长，我的生活已经够多彩多姿了，又不着再给我画蛇添足的。你认识一个叫王丽的女孩子吗？认识。跟她之间的关系很密切。哼。昨天晚上她从悬崖摔下去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？这怎么样？死了。这把钥匙就是在现场找到，这是大兴饭店203号房的钥匙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203号房的房客是你。嗯。王丽是有一把我房间的钥匙，这只能表示她关系跟我很密切，并不能证明我有杀她的嫌疑。这把钥匙是他在他被害的现场留下他的东西，是很自然的。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？在个朋友李金忠家里。电话怎么打？3467。哎，一个3467。喂。请找李金忠先生听电话。哦，你是？哎，李先生您好，真抱歉，我是警局探长赵仲康，想打扰您一下，我想请教您一下，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，跟什么人在一块儿？哦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尹先生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不过我暂时希望你不要离开上海，我们随时会跟你联络。哼。探长，你放心好，在没有得到你允许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孟姐，探长，孟小姐来了。孟楠，你怎么会到上海来的？仲康，我是为了父亲那几幅名画。小林呐、啊，随时盯着尹浩。是啊，大哥。自从伯父遗失了名画之后，我随时都在注意着调查，何必从那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呢？失去的几幅名画还没有眉目，上个星期又被人偷换了一幅假的，你是知道的。我父亲收藏的那些名画比他自己的生命还宝贵，可是现在他的名画不知不觉被人家换了假，他为了这些都给气病了。仲康，你一定要尽力地查出是谁偷换的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尽力。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线索？没有，不过我父亲想起了一个人，叫花正宇的，我们家的画都是他鉴定的，而且他也是模拟名画的能手，只是他一生都不得意。你父亲跟他有来往？
上失踪了似的。这一年多来，我父亲都找不到他，所以怀疑这些假画都是他画的。这个人跟尹浩可能有勾结，就是那个曾经偷窃名画而被捕的雅贼尹浩。对，两年前他已经出狱了，就是刚才打着出去那个人。我一直都很注意着他，这个人非常的狡猾，而且作案手法特殊，不留痕迹，想要抓他的把柄很不容易。不过最近他牵涉了一桩命案。命案呢？对，他的嫌疑非常大。根据旅馆服务生的说，命案发生的当天，死者从他的房间匆匆忙忙地跑出来，很显然的他们是争吵过。一切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，赶快回去好不好？不要让伯父担心。郑康，我想多陪陪你。高，哎呀，真是太高明了，他还可以认为是瞒天过海。哎呀，这个警探实在是太绝了，妙，太妙了，没有想到他是从后面来的。你，先生，你要买什么？想看看你们的花圈。我们这店里的花样啊很多，先生你慢慢的挑选。哎，我可不是吹牛啊，说实在的，最佳花店呢确实是名不虚传的价廉物美，态度热忱。多少年呢，这一带附近出了很多的花店，想尽了方法竞争，可是却不是我的敌手。哎，我们最佳花店呢不但具有啊这个生意上的眼光，还特别有这个艺术的眼光，花样百出，随着季节变化。如果你还是不满意的话，你可以说说你心里想要的那种。哎，你可知道我的先生那双手是天下无双。哎，每次像你这个满面忧伤的客人进到我们店里来呀，这个内心的痛苦实在是太大了，往往到了花店里来呀就是没有办法挑选。要不要我替你出个主意啊？我不要你替我出主意。哎，这个白色的花圈清雅纯净，哎，还有这个花圈呢，雅致大方，最适合女士了。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你这位去世的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是亲属还是朋友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还想要知道些什么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必须知道是谁，这才能决定你所要买的花圈是送给你的兄弟吗？还是……满意的话，你跑遍了上海市，你也买不到最好的花圈了。我给您新沏的茶。谢谢你啊。老头子，老头子。
太太，王老板啊，瞧您啊，一听见太太这么大声一喊呐，吓得像枪顶在您的胸口似的。老头子啊，你不要装得这么可怜的样子。其实啊，谁都知道你是最幸福的人了。我们店里的最粗的活啊，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，那些细巧的活啊，才是你的。其实啊，你瞧我先生这双手，这双手啊，那真是天下无双。金老板，我不是当你的面夸你，其实你这个相貌啊，也可以称得上是天下无双。哪里？再说这个金阁酒楼在上海，谁不知道呢？哈，尤其是我们金老板，是风姿艳丽，可以说的是万人迷呀、啊。要不然你怎么会除了生病之外，你不是天天来了吗？哎，探长，您来了。来，让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啊是我的未婚妻，她叫孟兰，这位是金老板。你好。到上海来玩几天，住在你们店里，希望你多照顾我。那当然了，孟小姐，请问您打哪儿来呀？杭州。哦，是。您的未婚妻好漂亮。哎，你怎么出院了？比你早到十分钟，我讨厌住医院。哎，金小姐，你不能这么任性啊，这样恐怕连你的命都会送掉。哎，我说金老板，你怎么能让他出院呢？探长，这，哎呀，小轩呐，你万一要是给那个凶手看见了，这是太危险了。探长，我想，凶手一定没有看见小轩，要不然在医院的时候他就不会放过他。所以我一直说我要了解当时的情形，可是金小姐始终就不肯合作。我实在是真的没有看见，我当时只是因为要躲雨，就一直的在跑，然后突然我的头好疼，然后就跌倒，以后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郑康，也许他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你要他说些什么呢？探长，你的未婚妻啊，真是温柔雅致，哎，不错。孟小姐，你要是住在这儿了，金阁酒楼啊又多了一个大美人。你瞧，那个金老板，真像是一对美女啊。小轩呐、啊，小轩，陪着孟小姐上楼休息去吧啊。哦，对了，孟兰，我陪你上去。回家吧。哦，对不起。好、金老板。啊。现在该谈一谈我们的事情了吧？李先生，我们俩认识才半年，我对您的一切都还很陌生。再说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连您在做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我们怎么谈婚姻呢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是个生意人。生意有好多种，那您是？我是买卖字画，都是些名画啊。哦，您都收藏名画啊？嗯，那什么时候我还真想开开眼界哦。如果你嫁给我的话，我的还不都是你的吗？哦，这么说，我要想看名画的话，那就得要嫁给你喽。怎么样？你答应了？知道你还会回来的，
先生，我想你现在一定觉得我们这最佳的花店一定是最理想的了，是吗？可是我还没有要看到我所要的。你尽管说出来你想要的，我们最佳花店呢一定都能够做得到。我要桃花圈啊。先生，还有桃花做花圈的？别的人我不管，我要桃花圈。这是哎呀，先生，这不是太为难我们了吗？我们打个商量，这样吧，你既然喜欢桃花，我家的后院子里有一棵桃花树，我们可以免费送你一些。那么这个花圈呢，哎，你就在这个店里头任意选一个。那就请你给我十个花圈好。什么？先生，你要这么多花圈做什么？我们店里现在剩下的也不到十个。你要是能够等到明天的话，我可以给你赶工。我急用，马上就要。先生，我们这个最佳花店可是服务第一啊。您说个地址，我给您送去。不用了，我已经雇了一辆车在外面等着。如果你们不卖的话，我到别家去好。不，先生，你不要急，不要急。老头子啊，你说，我看这个人神经有点问题啊，简直像个疯子。可是这个好好的生意不做太可惜了。这是，你们怎么回事？到底是卖是不卖呢？卖。杭州来的是吧？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哦，听说杭州西湖风景很美，可惜我没有去过。哪天你想去写信给我，我家离西湖不远，而且有些亲戚朋友也住在附近。哦，一年前有一个住在这的客人叫孟阳的，他家也住在西湖附近。孟阳他是我们家远房亲戚，平常不太来往，三个月前他结婚了，新娘还是个西湖美人呢。他结婚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，谁认识这个忘恩负义的人？对不起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是他的。回事啊，你搞不清楚。小轩呐，到底怎么了？妈，他说过他会来娶我，在桃花林亲口跟我说的。可是他结婚娶了西湖美人，我知道他是嫌我丑。从他走了以后没有消息，我就知道他还是嫌我丑。我恨，我为什么不能长得跟你一样？我为什么不能也像你一样被人人赞美？我是个被人冷落的丑女孩。
我心头的郁闷，冲去我旧日的伤害，忘了，彻底的忘了他。我能吗？为什么牧羊的影子总是回也回不掉？往日的花前月下，山盟海誓。桃花，你是见证。他告诉我，他会回来娶我。可是他结了婚，竟然不是我。他为什么要骗我？上身呢、啊？哼，说的也是。反正啊，那死去女孩子跟我毫无关系，我又不认识她，不会怀疑到我身上。我们的事情比较重要，走，到那边聊聊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失踪了一年多，竟然也藏身在上海。更巧的是，他跟尹浩在一块儿，爸爸失窃的名画就会水落石出了。喂，警察局。您请等一下，上海电话。赵仲康，请讲。什么？
你交代大夫尽量的急救，我马上到。在这留守，小林，跟我到医院去。喂，警察局。哦，他能到医院去了。哦，哦。会不会桃花源又出事了？除了发现这只鞋跟这个折断了桃花之外，就没再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了。这只鞋是孟兰的，没错。那孟小姐她还一直昏迷着。探长，我想孟小姐是从山崖掉下去，脑部受了点震荡，我看一时不会醒过来的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我们会尽力给她治好的。那就谢谢你。您别难过了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孟兰她昏迷不醒，如果她醒来的话，这案子就破了。我一定会想办法抓到这个失去人性的凶手。尹浩是什么时候离开饭店的？一大早啊。哎，探长，怎么发生要紧事了？探长的未婚妻在桃花林遭人袭击，被人从山崖给推下去了。真的？有没有死啊？不要胡说，只不过是昏迷不醒。昏迷不醒，还好。不管尹浩什么时候回来，叫他到局里来一趟。哎，是是是，探长。哎，尹先生啊，你闯了大祸。哦，我闯什么大祸？探长的女朋友啊，被人家从山上给推了下去，现在昏迷不醒。他女朋友被人推到山崖去，关我什么事情啊？我跟他无冤无仇的，我又不是催花手。对呀，哎，说不定是他自己滑下山去的啊。哼，莫名其妙。哎，这下好了吧？偏偏惹上王丽那个不正经的女人，不然的话。什么事？你要跑吗？小心，小心！小心！你们病怎么样？你们，我猜的果然不错吧？你就是那个杀人的凶手。哎呀，你们误会了，
老头子啊，你把小轩送回去，嗯，赶快的通知那个探长，就说啊，凶手我已经抓到了。哎呀，好好，哎，太太，你可得当心点啊。哎，你放心好了，侦探小说我看了不少，制服一两个人呢还没有问题。好好好，哎，你们啊，进去，哎，进去。哎，进去，坐下，坐下。这，哎，你们这是我的家。哎，别去，我一点权利都没有了。你现在啊，什么权利都没有了。啊，你拉你呀，去买过那个花之后啊，你呀就掌握在我的手中了。啊，当初，哎，我真奇怪你为什么买这么多的花圈。现在啊，我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案，你就是桃花林命案的凶手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凶手啊？哎，就是这些花圈呢。啊，花圈？嗯，你一定是个精神分裂症的人。杀了人之后啊，良心上感到不安。既然如此啊，你又何必当初呢？你胡说八道，你才有神经分裂症呢。哎，探长，就是这件，就是这件。探长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，快！探长，你就是这个人，是个不正常的疯子，推下了孟小姐的人。哎，他一口气买了十个花圈。探长，这在法律上也没有说不准人买很多花圈，这也不算是违法吧？这还不违法，关系人命呢。好了，老板娘，你先一边休息一下，让我问问你。这位老先生，你说的不错，你绝对是有权利来买这么多花圈。可是刚才你在门口跟那个金小轩拉拉扯扯，那是怎么回事儿？探长，是我听到有人倒在我的门口，我出去一看，我就看到他，我是好心把他扶起来，让他进来歇一会儿的。好心？我明明看到你是不怀好意的，不然呢，小轩为什么看到你就跑啊？嗨，探长，我绝对没有恶意去伤害别人，请你相信我。老先生，我是绝对可以相信你，可是我希望你能说实话。是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一口气买了这么多花圈，而且还要指定用桃花做的？究竟是什么用意？现在可以说这是我自己一个秘密。看样子我只好说出来，我已经老了，我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医生已经宣布了我的死期。也许是这最近几个月，也许就是这几天，所以最近我常常想到我的死，还有我自己的后事。我唯一的老伴儿，已在一年前丢下我死了。我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你们想，我死了以后，在我的坟墓边没有花，也没有人给我送别，也没有人知道死的是谁，我就这么孤零零的走。所以我就想起我的亲戚，我就用他们的名义，我买了很多花圈，表示我的亲戚对我一点关怀，这样在我没死以前，就表示他们对我的同情。
从此以后，我的心安。我觉得有很多人关怀我，很多人爱护我，在我的四周也有围绕着很多很多的人。我内心感到了一丝温暖。我觉得我的死会得到很多人的惋惜。也许我这么做，你们一定觉得很可笑。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桃花呢？因为我的老伴儿叫桃花，他也最喜欢桃花。团长，难道你相信他说的话吗？马先生，请问你是做什么行业的？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你看看，这有好多画。叫花正宇应该是不会错吧？孟宇斌老先生家里所收藏的名画都是由你来鉴定，所以你对他们家收集的情形非常的了解，再加上您的自己不可多得的模拟才华，跟尹浩一个偷一个画，可算是合作的天衣无缝。我没有跟他合作，是他逼我的。逼你？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他又能把你怎么样？起初我是不答应，可是他每天呢就这么纠缠我，主要的是因为我老伴去世之前欠下了他一笔债，死了以后我也没有办法还他，所以他就三番两次这么逼着我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好东躲西藏，我不愿意见他。那你这样躲躲藏藏也不是办法呀。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？团长，叫他跟尹浩对峙。尹浩这小子非常的狡猾，除非是现场抓着他，所以他永远不会承认。也许到时候他会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别人的身上。探长，为了弥补我自己的过错，您叫我怎么做我都愿意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知道不知道尹浩把那些画都卖给谁了？卖给一个叫李金忠的人。那你知道不知道最近孟老先生所遗失的那幅《仇师州仕女图》他脱手了没？据我所知还没有脱手。最近他涉嫌了一桩命案，也许很快的他会把他脱手，然后远走高飞。团长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日夜盯着尹浩，对李金忠的行踪加以注意。是吧？是。你最近遗漏了一个东西，我现在要把它拿还给你。伞。这是你的吗？
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上头还有一个桃花，是我的老伴儿亲手绣的。那为什么会遗落在桃花林金小轩的身边？啊，探长，你怀疑我是凶手？哼，这把伞就是证明，我们不能不怀疑你。探长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恶意伤害过任何人。那天我是路过桃花林，我看到个女孩子躺在树下，被雨淋着。我本来是舍不得把这伞替她遮盖着，可是后来我看那女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，所以我才把这把伞替她遮盖着。然后我……哦，难怪那天晚上我接到一个老先生打来电话，说龙华桃花林有人昏倒，原来那电话是你打的。哎，是。花老先生，我们不是不相信你所说的话，因为我们是办案，所以我不能忽略每一个可疑的证据。是。所以如果有冒犯你或者是错怪你的地方，希望你多原谅。谢谢探长，谢谢探长。不过你这个三更半夜来，我也不能去找鉴定画的人呢。哼，我什么时候给过你假画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李先生，如果不是我急着离开上海，不会这么低的价钱就要脱手。你想远走高飞呀？那桃花林的凶案是不是你做的？李先生，请你不要谈题外话。如果你不要的话，哎，好。支票呢？这一回我要现金。好，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，现金就现金啊。放心好，我绝对不会给你假话的。我当然相信你嘛，以后我们还要继续往来呢，对不对？拿一副假画能够卖出真画的价钱来，这笔买卖划得来哟。哎，尹浩，你这探长，你们查案子不要随便给我加个罪名好吗？哼，尹先生，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，如果没有让你心服口服的真凭实据，我们也不敢到这儿来。李先生，探长想看看你们刚才才交易的那幅仕女图。仕女？什么仕女图啊？哦，就是孟雨斌孟老先生失窃的那幅仇师州仕女图。这……哎，你不是已经买下来了吗？怎么还得问他的意见？不，这……尹先生，您有什么意见？
哼，根本就没这么回事。尹先生，我希望你不要再搅了。我对你注意已经很久了，20分钟以前你才进入李家的大门。哼，我跟李金忠是好朋友，常到这里喝喝酒、下下棋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是，我们常聚在一起谈一谈，这不犯法呀。李先生，这收买赃物算不算是犯法呀？赃物？什么赃物啊？不，参长，我看不要跟他们啰嗦。我希望你们啊两位赶快拿出来，否则的话我就要搜了。小林，在，搜，是。进来。哎，别着急啊，先让花郎与花先生鉴定一下。是。花老先生，麻烦你鉴定一下这幅画。是不是孟老先生所遗失的那一幅《愁施州仕女图》的真品？是。是真的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二位还有什么好说的没？其实我是喜欢收藏的名画，这是喜欢呢，这也没有恶意嘛。哦，难道说这还不算是收买赃物的？这是我糊涂，这是我一时糊涂的。画的事情已经了结了，我看这桃花林命案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。探长，桃花林的凶杀案那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点你可以放心，我们绝不会冤枉好人。可是不走正途做奸犯科的是永远逃不出法网。小林，走，把他们二位请到局里边去。是啊。不过看他的情形渐渐的有好转，我想随时他都会醒过来的。哎呀，那怎么办？假如他醒过来，要是说了实情，那该怎么办嘛？哎呀，不至于的。以我的判断，他的病不会严重到去杀人呢。可是两次杀人的现场他都在场，你说叫人怎么办嘛？哎呀，但愿不是他。我想不到惹出这么大的祸事来，你现在叫我一点主意都没有。是啊，探长，丁小轩呢？啊，他，探长，你是不是从医院来？孟小姐是不是已经醒过来了？我在问丁小轩呢。他在楼上睡觉呢。等我把他叫下来，我有话要跟他说。那你要再不去叫他的话，可能对他的生命有危险。
事情已经到这步天际了，瞒也瞒不下去了，去赶紧把他叫下来吧。啊，探长，请坐，请坐。这实在不能怪小轩，因为他的病。探长，探长，饭店人说他在20分钟前就匆匆的离去。哎呀，不好了呀！他们在桃花林。你为什么要骗？你为什么那么狠？这个无情无义的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你为什么还来找我？你为什么还要到桃花林？我是因为，不要说的话，真的。要是哪天你要掉下了山崖，我就永远没有烦恼了。我不会放弃！小轩！哎，好啊，你上次跑到医院问小轩受伤的情形，现在你又跑到这儿欺负小轩，你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问你，小轩，你为什么要杀害王丽？因为我爱他。你爱他，为什么要杀害他？因为我恨他。哎呀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呢？怎么，嫌晚了？那我走好了。哎哎，王丽，你找我干什么？快说。王丽，我不喜欢你跟尹浩来往。我喜欢。可是你已经答应嫁给我了呀。那是以前的事了。哎，你不能这样喜新厌旧吗？哦，那你能给我好的物质享受吗？王丽，我已经存了不少钱。只要你答应离开尹浩嫁给我，以前的事我都不会追究的。我知道你不是真心爱他的。谁说的？我不但爱他，而且马上就要嫁给他了。啊，你王丽，自从尹浩搬进饭店以后，你就跟他勾搭上了，把我们的感情都忘了。你这寡情寡义的女人，放开我！我又没有嫁给你，而且我当然有选择的余地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永远都比不上尹浩。你，放开我！那天我到饭店去找尹浩，发现了你的袖口有被撕裂的痕迹，而且还掉了一颗纽扣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在注意你了。对于这件案子，我重新布局，重新请法医来再度验尸，果然在王丽的口中找到了一颗纽扣，跟你身上那件衣服的纽扣完全相同。金小轩，因为他是目击者，所以你一直要找到他，把他杀死灭口。我错了。那孟小姐摔下山崖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孟小姐因为追踪尹浩，是她自己掉下山崖的。
小轩的父亲金先生得的是遗传性的神经分裂症，十年以前就去世了。可是小轩呢一直都很好，自从认识孟阳以后呢，他的情绪啊就慢慢变得很不稳定。他们认识有多久？半年。孟阳走了之后现在已经快一年了。难道他们分手之后就一直没有联络过吗？没有，他没有留下地址，也没有写过一封信。从此以后小轩就变得精神恍惚不定，常常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哭泣，甚至于捶打自己，有的时候还偷偷的跑到桃花林去。所以金太太呢就怕他得了父亲的遗传症，就送到我医院来给他检查。你是说他得了精神分裂症？是的。所以金太太怀疑自己的女儿会在病发之后把王丽推下山崖的。所以她也怀疑到把她也推下山崖。是的。经过发生了许多的事情，金太太惊慌得不得了，我就劝她把小轩先送到我医院来住院，然后再把实情告诉我。探长，探长，探长。你们好，这花是他们二位送给我的。这表示对花先生的一点歉意。误会，实在是误会，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就因为这场误会，使我得到了不少的友谊。我听说金小轩病了，所以我想把这朵友谊的花转送给金小姐。好，好极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我带你们几位去好了。是是，来来来。小轩，小轩，妈在叫你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小轩，小轩。金太太，不要难过了，看，他们几位来看小轩来了。谢谢金小姐，这是我们几个人送给你的花。小轩，大夫，他的病，他受的打击很严重，需要特别的治疗，还需要慢慢的休养才能复原。啊，对了，还需要你们几位的友谊来安慰他。你放心，我们几个人的友谊永远会围在他的身边的。好，好。你为什么要哭？小轩，答应妈，你一定会好起来。有妈陪你，还有这么多的朋友，答应妈，小轩。